哇，你最近是不是胖了？你肚子都快拖地了都。不过你得谢谢妈妈我，要是换成怪咖，肯定给你买减肥猫粮。多久都没见到他了，不知道，都不知道跑去哪儿。不知道就不知道，管那么多。哦，出差了。湖光山色值一醉，说小可爱就是我。是是是，你最可爱了。打个招呼会死吗？怪咖。睡了吗？不会是被盗号了吧？坐摩天轮呢？哎，我最近发现一个潮人都在玩的游戏，超好玩的。大晚上的，你干嘛呀？你推荐给暖暖的那个游戏叫什么？你吃错药了吧？你又不会喜欢。叫什么？仔仔，下载完记得要扫下脸。都三圈了，赶紧睡吧。大猪头。这批 Lookbook 明天会快递到全市的门店上，你们实习生辛苦一下，跑一下门店，调研一下效果。这个是门店的名单和地址。
安平四店和洛城店，我熟，我去吧。不是，海东这几个也太远了。要不我是男孩子，我去跑，没关系。那剩下的五家我来吧。 看看我们店的销售情况，店长，店长，快看谁来了！店长，哟，总部领导来视察门店了。哎呀，你别取笑我啦！怎么能是取笑呢？你可是咱们店第一个升的总公司的，我老跟他们说，这下好了，咱们店也算有靠山了。哎，我只是个实习生，都没转正呢。是金子，在哪里都会发光的。我看好你哦。哎，对了，物业找我开会呢，我去一下，马上回来，等我啊。等我别走啊！哎，小丽姐不在吗？她辞职了。为什么？知道你进总公司的第二天，她就辞职了。走吧。其实搁这儿吧，也没什么人看。要我说啊，还不如就往咱们家袋子里一搁，谁买了就拎走。有道理哈。还有啊，我和你反映几个问题，就这个月新上的几款 L 号卖的特别好，但是量太少。你还记得小丽姐来过的那姑娘？ 哇，好帅啊！这是谁啊？当然是我们家汉展小哥哥啦，他最近可火了。哦，我知道，就是最近那个突然变帅的。切，我们学长一直都很帅的，好吗？那这一身衣服啊，可是都脱销了，根本买不到。你疯了？这是男装啊，你怎么可能穿得上呢？Over size 懂吗？同款新装上限秒空啊！我们小哥哥的带货能力真是没话说。快帮我拍张照！啊，快发给我，好帅好帅，我要发朋友圈。你会更火的。 是你吗？这张总刷得出来吧？我怎么会忽然想到他呀？
齿，稍微对他大声一点，结果他脾气更大，动不动就几天不理人。不理人还算好的，这要是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能把人急疯了。所以啊，不要冷战，没有用的，最后投降的还是你。到最后哭着喊着，还不是把他求回来？怎么求？就按照他平常的习惯，拿他爱吃的去他常去的地方找呗。这样，他就会乖乖的跟你回来。当然不能啊，你必须先一把抱住他。一上来就抱？要不然呢？虽然可能会被抓被挠，但是也只能抱住不撒手。这么激烈？啊，那可不，万一你再一松手，他再跑了，那到时候流落街头，多可怜啊！你们说的到底是什么？猫啊，猫。要不然你以为我们说什么呀？詹森王那边已经回邮件了，对于这次跨界设计合作，他们反应还是挺积极的。现在呢，就是需要我们出一份细致的方案，您看谁来做比较合适？就让琳达带着乔洛辛一起做吧。好。怎么了？面露难色，有问题直说啊。那倒没有，三个孩子都挺不错的，各有优点。别在我面前卖官腔，赶紧说。高明呢，人很聪明啊，脑子也很灵活，但是就太活络了。乔乐新呢，个人能力很强，人脉也很广。今天晚上答谢宴，胡总、刘总都是他请来的。但是咱们庙小，能不能装下这尊大菩萨倒是个问题。倒是暖暖，虽然学历并不是那么漂亮，但是很勤奋，也有些天分，办事也有脑子，交代的工作不仅能做到一，还能想到三，这蛮超乎我的预期的。我现在才算明白您当初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从店面上给捞出来了。看来他还真是一块好材料，不过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，必须要再观察观察。对了，今天晚上的饭局不许请假。这几位爷我是好不容易请来的，晚上必须给我伺候好了，听见没有？但是家里老人这两天心脏不太好，我怎么每回饭局你总有事儿啊？去吧去吧，你看我把你们一个个给惯着，惯成什么样了都。要不我们怎么能死心塌地的跟着宁混呢？去吧。谢谢。这些款式的销量很好，款式也不错。不好意思啊，所有人，答谢宴地点酒店紫薇厅，5点半准时到岗。啊，谢谢你今天给我反馈的这些，我能用一下你的试衣间吗？可以。那个谁，给我来一下，导演叫你。啊，好。导演。啊，来了，坐坐。来，放回放，看看这场戏怎么样？川姐，你呀，太好了！有我，不怎么样。好，停了。一进组我就知道你是谁了。想上你摔的摔打，知道你自己有几斤几两重。黄叔叔。我知道您知道，进组前我也认出您来了。小时候您还经常去我们家玩，还抱过我呢。是啊，你爸老韩也算是我发小了。这往美国一杵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。就这么一宝贝闺女，你说我不得好好照顾照顾？谢谢黄叔叔，我知道我进组是您给我爸面子。丫头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来演戏是纯属为图一好玩啊？还是想好好认真的演。我想认真演，我想演好。那咱都不是外人，我就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。你不是这块材料。表演是能学，但是你演不演得出来，主要是老天爷赏不赏饭吃。那什么叫赏饭吃呢？你看，就这姑娘，刚才站你边上去了。镜头就是偏爱他，怎么着都好看。眼睛里就有灵气儿。你要是想演呢，叔叔以后每部戏都带着你，都给你个角色。但说实话，干我们这行太苦了，我心疼你了。年纪轻轻的，别耽误了自己，好好想想吧。
来，换场了，换场了。来，你们下一场。长什么样啊？要不带你认识认识啊？送胡总他们的礼物送到了没有？什么礼物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暖暖，你待会儿得注意一下，我家司机会送过来啊。胡叔叔，哎呀，胡总没见了。哎呀，是啊是啊。我爸那天还念叨说，您最近一定是偷偷猛练高尔夫。胡台可真是个技术活，有个好爸爸省了多少事啊！小意思。你看人家，现在跟客人平起平坐。岗位不同嘛，什么岗位不同？你混什么圈子，就决定了你在什么位置。换了三所大学了。走走走，咱们进去聊。好，好，好。看见没？人家不是不会笑，人家只是不屑于对你笑。行了，我去前台看看。看什么看呀？他是你老板啊？你也是，别老站在这儿，进去找机会，多表现表现。走。哎哎，唐总，哎，我们在陪一个重要的客户，公司所有的女孩都来了，什么暖暖、艾米、琳达，她们都在。哎，你来不来呀？你说你能干什么？拿个纸都不行，你不是明知道的，你不是不听话吗？非要做女团，女团做不了，非要当演员，让你折腾，你还折腾得动？哎，美女，一个人啊？要不要解说？走开。你在哪？你干什么？人在喝酒呢。要怎么做？要怎么做？始终我没离开过。哎哎，唐总，哎，我们在陪一个重要的客户，公司所有的女孩都来了，什么暖暖、艾米、琳达，她们都在。哎，你来不来呀？暖暖。还在等吗？从未放弃。什么情况？老大又发疯了。古丽呢？古丽也不见了。凯文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陪胡总喝两杯。你等等，哎呀，胡叔叔，我爸他非要跟您说两句，烦死了。哎，老强啊。我，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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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心，放心啊，你爸催你回家呢，啊，好，好，那胡叔叔，我先走，对，我家司机拿了两瓶拉菲过来，你跟副总他们喝开心啊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，老傅，哎，怎么好？副总啊，我先声明一点，我前两天去医院检查身体，说我这胃有点问题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我都不敢怎么喝酒了。我今天我就喝一杯，好不好？我们公司的孩子，陪你好好喝，好好唱歌啊！哎，胡总，我可以作证，咱们副总啊，今天确实是带伤上阵，我可以保证。要不然这，我代表我们这些晚辈啊，敬您一杯。俗话说得好嘛，感情深，一口闷，我先干为敬啊！哎，这个小姑娘一声不吭的，酒也不喝，不像话呀！啊啊，不好意思。胡总，我先敬你一杯。这小姑娘长得挺甜的啊，新来的吗？叫啥名呀？我叫刘暖暖，我是实习生，刚进公司的。暖暖，嗯嗯，年轻人好啊，公司里就得多点新鲜血液吧，啊，对吧，副总？哎，小姑娘，会不会唱歌呀？去点一个唱唱吧。啊，那可不会嘛，咱们暖暖进公司之前。那可是女团出道的，唱什么叫去给胡总唱个歌去。哦，哎，这可要好好欣赏了啊。胡
走，这孩子他会唱什么歌啊？哎呀，那个，他那三脚猫笨手他真不行，唱歌还没有我唱歌好听啊！要不然您唱，上回咱们喝酒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唱那歌叫什么来着？特别有范儿。哎，给大家开开嗓。夫老夫啊，哎，这可不像你了啊，会心疼实习生了。这小姑娘跟你啥关系啊？她跟我没什么关系啊，她就是我实习生，能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她能跟我？我唱。我唱。这首歌是我在组团的时候出道的歌曲，叫《梦想有你》。到底怎么了？姐今天高兴了，我陪姐喝酒。别喝了，你已经喝大了。不陪我，你自己回去啊！我可不勉强啊。我跟你说，你今天把这些都喝完，姐就跟你走。哼。不累。都喝光啊！真的喝光。走啊，走啊！哼，我就走。真是不错，令人刮目相看啊，暖暖。来，暖暖，干一个。咱俩唱这么好，我们一起喝一杯吧。好，嗯。暖暖，来，干杯。干杯。暖暖唱那么好，你们也表现一下呗。艾米，再给我点首嗨的，我来唱。坐吧，坐吧。去。郭总，来，坐。来，好。歌来了，赶紧唱，谁的歌？我的。古力这小子，打定如意见死不救啊！啊！等等，唱。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。自难相忘。暖暖，你快唱。啊！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。渐渐岁月覆满爱人袖，翩翩芳菲如水。暖暖，刚唱完凉凉，咱们该暖暖了啊！来，干这一杯。啊，我听说混过娱乐圈的人啊，都挺能喝的。来，干了啊！哎，暖暖，怎么回事？嗨，
怎么回事？怎么没想到这小孩子这么多？喝，来，对，我陪您喝。来，那个高明来点歌，来，点歌给我敬敬。来，姐，暖暖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至于吗？就一普通职位，对着那张脸你都喝得下去，你可真够拼的。我先走了啊，有事叫我。已经结束了吗？刘小姐，我是胡总的司机，胡总的车在下边等您，他说让您在车上等他就行，我带您过去。这小姑娘长得挺甜的啊，新来的吗？我听说混过娱乐圈的人啊都挺爱喝的。来，开了啊。刘小姐，你在车里等着吗？怎么来这了呀？如果是你的女儿，你会让她上这样的车吗？你他妈说什么？你不干不净的！谁不干不净了？这么大把年纪，这么恶心，不怕报应吗？你！哎，行啊！确实很蠢，你不但看错了你自己，也看错了我。你是不是演戏那块料？但是有你发光的地方，在这儿，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发光的。你干嘛呀？你为什么要干这个？我干什么了？我方汉臣呢？不是说他罩着你吗？这就是他说的好工作。什么呀？我又没有回公司，我现在在 HOCO 市场部做实习生。
也没有搬家。搬走干嘛？我有病啊！哎，还是说你是想要再掰另一个人进来，然后把我给踢出去呢？吃了炸药似的，几天几夜不回来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还别跟你翻脸呢。辞了这份工作。哎，这位大爷，你咬我呀！辞了这份工作。所以你什么都能干，是吗？是，我什么都能干，不管是站在柜台卖衣服、发传单，或者是做跑腿的，我什么都能干。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、怎么想我，在我背后说我什么，我都 OK。我就是咬着牙也要干下去。你以为我愿意吗？你以为我很坚强吗？我很怕，我是顶着一口气，我是拼着命的。我很怕我松了一口气，我就会瘫倒。然后我怕，我很怕，我要是瘫倒了，我再也起不来，怎么办？不要哭。我很怕，我再也起不来。我很怕，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。我之前知道我想去干女团，结果呢，我被现实狠狠打了一巴掌，我就不适合做女团了吧。我很羡慕韩雪和林林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而我只能去拼命的去找，去看看我到底能干点什么。谢谢你刚才救了我，要不是因为你把我打了那个混蛋，要是我自己出手，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了。啊！你干嘛呢？捏别人干什么？我。不打嗝了，你怎么总是这样子啊？你做事情就不能提前说一下吗？总是做这种不讨好的事情。还有，你以后离开家，还得说一声嘛。不会的。不会。你担心的，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，不会的。你别走啊！啊！啊！哎，来，哎哎，起来！哎，没事吧？啊，没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晚上非把你喝趴下了。走。哎，哥，我跟你说，我还有好多存酒呢。放下。Thank you.
是谁？我能不知道你是谁吗？我是谁？鼓励鼓励鼓励。醒了，雪。哎，姐，哎，吃早饭，吃早饭啊。昨天晚上我喝断片了，是不是特烦人？那可不，简直了！要不是我也喝断片，非得被你烦死。你小子长大了是不是？敢说我烦人了？你昨晚喝的也太多了，要是让韩彻知道，韩彻不可能知道。啊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，不能让他知道，不能让他知道。他要是知道昨晚咱俩一起喝那么大，我就死定了。他会告诉我妈。对对对对对，也不能让爸妈知道，不能让爸妈知道。不止喝大，我们还差点把人家店给砸了。哎，姐，你忘了，昨晚你在人家便利店非要买纸巾，人家店里没有独立包装，你非要人家卖给你，最后实在没办法，我就买了一整包，拆了一小包给你，剩下又还给人家店里，这你才肯放过人家店员。我还干这事呢。你记得还挺清楚的。啊，开始的时候还记得，后来就记得不清了。我们回来的时候，不是又喝了一瓶吗？是吗？又喝了一瓶啊？我不太记得了，我完全断片了，我怎么回来的我都不记得了。姐，嗯，算我求你了。咱以后能不这么喝吗？就算喝，也别带着我。哎，小事小事，多大点事儿啊？姐答应你啊。我好像没睡醒，我回去补补觉。
到你被感动，多希望原因都是我那样的理由，甘愿退后，可想念不由我。怪命运来捉弄，爱越要放开手，会让我更心痛，察觉了你偷偷冷落，比谁都渴望你好好的，哪怕被他取代了我。只要你能够幸福，我想不相信别再。幸福。